就是平时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有宝宝问我平时的衣服是在哪里买的，然后今天我刚好到了这么大一箱衣服，就来录一个视频讲平时的服装购买。这一箱衣服是我在日拍上面买的，就是雅虎日拍。不过我是在那个代拍网上面购买到的，它那个雅虎日拍相当于是一个二手平台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在直播。它是一个二手平台，就像有点像国内的闲鱼那种。然后因为像平时穿这种小洋装，它经常没有货，或者是一些很久以前的款式你很喜欢但是买不到了，就可以在那上面买到。当然这个也是要看运气，这是我第二期在日拍上面买衣服，不过买的不止一件，有时候运气好可以买到就是觉得很棒的，有时候也有可能就是衣服会比较旧之类的。好了，现在我来拆，好重呀，这么大一箱。然后我刚刚没有找到剪刀，只能用这个小剪刀剪了。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没有精神，没有睡醒？是的，确实没有睡太醒，因为我本来在睡梦中，然后快递来了，就是这个包裹。然后我为了录这个视频，匆忙起床换了衣服。女孩子拆包裹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想想我这次好像是买了几件，三件还是四件衣服的，好大一箱呀、我们买了一箱泡沫。首先我们的第一件，一个粉红色的袋子，对他们日拍的卖家一般都是拿一个袋子包装才比较简陋，但你如果在代拍网上面买，就会选择让他们帮你打包，用纸箱的话多少会安全一点点。但纸箱有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过海关的时候他看你是纸箱可能会有点怀疑。里面是一个 baby 的袋子，然后再拆，我应该不是买了一个袋子，假装自己刚刚购物回来。啊，是这件。怎么说着就开始戴了，等下再戴。这个我是买的一个 set， 有袜子。这个袜子它声称是全，哦，确实是全新的，这里还没有拆。一个袜子，一个 KC 就是头饰，还有一条裙子。这个裙子我买它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这个下摆，然后这个卖家说是全新未使用的，不过可能因为运输安全已经把吊牌拆掉了，不过确实就是摸到的这个触感和就是整体的感觉它确实是非常新的。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款式了，因为我入小洋装的坑不是很早，同样也是我爱的 baby。 然后它是一个米色的，其实它上半身我觉得不是特别出彩，我主要是喜欢它这个裙摆。将就着看一下，这个是穿上身的效果，我觉得还挺可爱的。
到池子，反正就池子刚刚已经在那里看过了。然后但是他这里这个版型有点怪怪的，接下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这里边鼓起来？我们先放到一边，然后第二件，哇，这个我也喜欢，我知道这个是 baby 的一条裙子，叫三月兔，但它不是全新，好像也是很久以前的款式，好像是2013年的了。它有一个帽子，这个帽子要怎么戴？我有点不太确定。啊，好可爱！我觉得我变成了老外婆，才不是啦。这个的状态也还是挺好的，就是像这些花边的地方没有什么毛边，然后整体也没有看到，目前没有看到瑕疵。然后看一下裙子，它颜色灰灰的，但是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有点米色的这种。这条裙子是这样的，看到了，全貌差不多就是这样吧。黑白的格子是，不管什么时候的我，不是黑白格子就是。像黑白格子、红白格子、蓝白格子，都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很喜欢的款式。然后这个有点，有没有很像，就是最近 baby 出的那个夏日大小姐啊，反正我好喜欢，尤其是这个帽子。然后这件我对它评分也比较满意。这件三月兔啊，我为了刚刚试衣服试帽子，头发很乱了，不要介意，戴上帽子会更可爱。一个衬衫这种东西，就是因为是贴身穿的，所以其实我买二手有一点点犹豫，但是目前看这件很新很干净，味道闻起来是新的，好像卖家是说也是没有使用过的，不过毕竟是贴身穿的东西，穿之前还是要洗一下。我很喜欢它的这件衣服，就是薄的，我要把弄刘海的这一段剪掉。好，就是它的衣服是这样看秀的，本来这里看上去是一个短袖，但其实看上去是一个长袖，但可以的，就是这里接缝处的暗扣，就是接袖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可以说吧，就是它都变成短袖了。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的袖子本身就特别可爱，就是穿着那个有这样的，这边有接袖的这个感觉，就也很萝莉塔的感觉。然后它背后这里是收腰的，这个衬衫是 baby 的订单衬衫，可爱的穿它，你可以选其他部分穿它做饭的，它是这样的。
然后我觉得这个围裙挺莫名的，觉得它应该配一个东西。那今天我们的吃土少女日记就到此结束了。刚刚临时想的名字是不是跟这个节目很配？我们要配苍井。哎，这个围裙真的还挺可爱的，而且价格我当时好像就是因为它便宜才买的，好像是300-400的样子。然后这样一箱四件衣服挺重的，邮费好像是我是走的 EMS， 因为怕就是怕其他的邮寄方式什么的，如果被关税税了的话，更加得不偿失。邮费好像是140-140左右，140-150然后邮费虽然有点贵，但是你想想，万一被税了，更加得不偿失。对，不要说我胖了，再讲。